在山东，任何东西都讲究个大。你看，飞上天的风筝要大，上羊汤的盆要大，在这大集上也能收集到不少山东版的特大号。来个煎饼，哇，果然在山东什么都是特大号的。山东处处可见的特大号不只是食物，还有哪来的啊？别往的哈尔滨的香港的啊，都给我不用凑合啊，好吃货，好吃货，来，姑娘来了，尝尝要钱吗？不要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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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，人也特大方，是不是好吃啊？嗯，给我来半斤，十块钱，很实惠。哎，瓜子来了，谢谢大哥。那把这个路上吃，路上吃。谢谢大哥。慢走，慢走，慢走，好好。